们这一次台湾路径有变化，情势也有变化，请在第一线的所有同仁各部会都特别注意这个变化大，因此都要小心防范。第二，这一次从这个东边海雨势也预测会比较大，那么这一个在台湾东部建设有许多铁路公路，特别拜托交通部王部长要求所属关于行车工地颠簸等等要特别注意。第三，要有通讯联络，这方面应该怎么样，包括细胞简讯，在当地的人可以马上收到等。我们从防疫这一方面做得很好，应该把这个长处用到灾害应变。那另外有关农业保险相关的措施，也希望农委会更大的宣传，让农友能够因此受害得到合理的补偿。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所有同仁，台湾我们还是多一份准备，少一份灾害，请大家加油，谢谢大家，也呼吁国人同胞一起防灾，来一起度过这个台风或者豪雨的灾害，让大家都能够安全，谢谢大家。